今天是私人的钱，你就不是贪污罪的客体，公家钱才是。那么特别会是不是私人的钱、公家的钱，规定不明确，但是明确的风险不应该由当事人负担。所以马英九是不要单据的，不要发票的部分，所以他的这个事情是不明确的。他再怎么样，你不要讲从宽认定、略宽认定，他都不应该构成犯罪。但是陈水扁其他的几个吕秀莲他们那个。是发票的部分出了问题，那个不应该从宽认定。现在观众最关心的一定是说，你提出一个标准嘛，对不对？你就要跟民众讲清楚，就是这东西对以后的政坛，或者对马英九、对绿的天王会有什么影响？这个哈，我想真的要先分清楚法律关系哦，这是不一样的。马英九跟绿营的几位天王是不一样的哦，他马英九是那个领据的部分，不是发票的部分。领据部分，因为他现在说几个原则，支出大于收入，无自证己罪，罪以为轻嘛。那为什么说没有关系？因为马英九没有支出大于收入啦。我坦白讲，他是那个进去户头，他每个月他转给周美青，那有增加了一些钱，是收入大于支出，是有这个问题。好，那么另外来讲说，其他的绿营几个天王不是因为领据问题，而是单据核销的问题。那在这边我觉得我今天一定要利用这个机会讲清楚啊，大家一直觉得说好像是对绿营放水，是这样吗？我跟他讲几个代志的后，我觉得在这边我要郑重要求侯宽仁检察官哦，你公平一点，你一体来看待。马英九3754张发票单据中，他人消费及异常发票单据明细表3700多张哈，这边好，我就不要讲什么美少女手指战士，这个跟公务有什么相关？我不管，你看看后面这边多少跟公务哈，你看看这边呢，多么奇怪。金额细用亲笔手写哦，这个有谈过、啊，我告诉你，不这个我们讨论过，这个马英九一样都有。你听我讲，我说标准不一样在哪边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侯宽仁通通不会改督察啦，弄回桂冠，你知不？都、就是安尼。你看看，你们说四大天王，来看看他沈明伦怎么讲的哈、哦？有过这不及，怎么讲？原始凭证节部分哦，包括统一发票、礼金犒赏的部分，每笔都查，还去函发给。发票店家行号要求说明，这个我们真的讨论过的。我就问你，那个主持人，请问侯宽仁有没有这样相对来要求？有，当然有。你什么用途流程？这个讨论过，这二一零已经讨论过好几次。来，我非常堵然的、啊。那导播消音好了啦。用最后的时间哦，做讨论这样哦，不如不要讨论了，因为这跟事实不符啊。这事实不符哈、哦，我觉得这样子实在没什么意思哈、哦。我不是。我跟于妹妹吵很多次，我不是不跟她吵，是实在好点点点啊哈。错，为什么有一个错误的检察总长哈、哦？要怪这个节目啊，就是因为2100全民开奖啊，把谢文定拉下来，拉得莫名其妙。那为什么一定要李子春进特侦组？为什么？谁规定的？那为什么谢文定当检察总长就一定要重查319？现在陈忠明也当检察总长当了半年多啊，你他妈的你们这些人为什么不讲说，哎、欸，李子春为什么没进特侦组啊？为什么不重查319啊？2100有道歉过吗？当初把谢文定拉下来，那就废物，有道歉过吗？没有啊，拉错就拉错了、啊，媒体就是这么蛮横嘛。我都不丢，我把谢文定弄掉了，换了一个陈忠明，走了狼来了虎，没讲过半句话。好，第二个，陈水扁提名陈忠明之后，国民党选择封杀，去年就应该表决封杀，不要陈忠明。到了今年一月，是哪个混蛋让陈忠明的人事案通过程序委员会？就是马英九。可以去问雷倩，问高世博，就是你们的马英九说啊，我们不能没有总长，谁跟你讲我们没有总长啊？吴英昭不是人啊，吴英昭我们也有总长，说好、啊，第二个错误又发生了，好、啊，让他复委了，审查了，结果亲民党在表决的时候又跟民进党合作，就陈忠明就变检察总长了。我只请问大家，不能够因为一连串的错误，然后就说好、啊、吧，那我们就期待陈忠明会突然的反省，哎、欸，他一月底才通过人事案哦，他二月就去找王金平，就去找黄邦彦。这款卡小，我都做总长，我甲头壳倒来，互你坐，伊都无适合坐这位。啊，即马国民党嘛唔敢甲叮当，因为国民党真侪立委的案件，扯伊手头的嘛。民进党嘛，就是人爱拜托伊的嘛，没有人敢动他。我们要眼睁睁的看着这个检察总长，我跟你讲哦，他今年才上任哦，他任期还很久哦。你今天不把他弄下来，你就继续等着看他乱搞了。我们做节目最重要是把事情要讲清楚。齐凯为什么今天挑这个节目，就是挑这个题目，是因为在立法院已经清楚，我们呼吁好几次说你标准定出来。那齐凯有负责跟大家讲，他讲的是比较宽松嘛。我们只是说我们要进一步去了解，到底是绿的会过关还是马英九？刚辉有你讲啊，你如果愿意的话，
你马英九如果照这个标准，你也是可以撤啊，你为什么不撤？这我们会进一步再去讨论哦。另外，美美，你刚刚讲那个，像马英九是真的是查的比较严格，我们已经讨论过好几次了。这反正再聊，好吧？这个东西，好，不要再聊。你们从来没有在贵节目讲的那么细过。我们从来没有在贵节目讲。我们从来都没讲吗？那么细，那么细。张志凯，你讲我清楚。我你们过来去讲，你们过来，我讲。有讲到那么细吗？有讨论这题目有讲到那么细吗？有讲到。有一张一张拿出来这样看吗？观众朋友，请。没有，张启凯，你讲清楚，我们有没有讲过马英九的？有没有一条一条讲过？你跟观众朋友讲有没有？有吗？容许于妹妹在这边睁着眼睛说瞎话吗？眼睛说瞎话吗？你每一集都有看吗？我告诉你，你每一集都有谈吗？那一天我每一集都看，我真的讲过，主持人都讲过的，你们公众朋友讲好不好？来，我为什么要听他们讲？稍微停下来，已经有解释，好不好？来，各位沙先生，欢迎前往。喂，平静，来，告诉沙先生。喂。